以到这边吃饭了。所以这个是鱼糯米笋，大家好，吃饭了啊！今天我们这里下雨啊，看了个虎皮辣椒，肥肠，爆炒肥肠，麻辣螺干，一个炸海椒炒土豆片。
先吃这个红烧排骨，然后这个萝卜干，还有这个菜，还有各种青菜。好香。